家好，上一节我们讲到了什么是 MapReduce， 以及为什么我们要用 MapReduce 来进行大规模的这样一个数据处理。那么在这一节我们将详细的介绍在 MapReduce 里面数据是怎么样被处理的，那么也就是它的这样一个数据处理的一个模式。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带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数据处理模式。那么在我的左手边呢，在这个 PPT 的左手边实际上是一个这个英文的短文。我们的目标呢是想去计算在这篇短文里面每个单词出现的这个数量是多大，也就是单词的这样一个频率。那么这个任务当然非常简单，大家可以通过一个很简单的程序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到。但是大家去想象，当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数量已经在你的内存或者在你的一个简单的服务器上装不下的时候，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去做？那么我们借用 MapReduce 来解决这样一个事情。那么在 MapReduce 里面我们看看我们怎么去做。首先我们会顺序的去读取这样一个数据集，也就是去对短文中每一个单词去进行一个扫描。那么这个过程呢是并行的，在大量的服务器上进行的。那么它做什么事情呢？就是给我们每一个出现的单词给它加上一个 value， 这个 value 呢就加成了一。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每个单词被加了一个数量一。那么这是 map 的过程。那 map 完了之后呢，会把所有的结果进行一个排序，把它们按照这个单词的类型把它们放到了一块。我们看到把不同的单词排到了一起，有 A 有 A back 等等，那么它们被放到了一起。那么最后一个阶段是 reduce 的阶段。我们在 reduce 里面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会让相同的这个单词，也就是中间的这样一个 K 对应的结果进行一个叠加。比如说我们把所有 A 的一把它做了一个加和，我们最终得到了4736，那么得到了我们最终想要的一个结果。那这是 MapReduce 进行一个简单的任务的时候它经历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技术的一个展示，我们把刚刚的这样一个过程把它详细的这样一个分解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步骤是什么样的。第一步呢，实际上我们是把原始我们需要处理的这样一个数据集文件给分割成了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个数据小块。那么这一块呢又和我们之前说到的这样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对应上了。那么在分布式文件系统里面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的小小的数据块。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把它们称作了叫做这个 shard， 从0一直到 m-1 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些分布式的数据块，它们分布在不同的服务器上，作为原始的数据可以直接读入进行处理。第二步呢，我们就是会产生一系列的进程。那这个过程呢通常是由用户来发起的。那么这一步是怎么做的呢？在整个系统里面，用户会通过和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样一个中心的节点进行交互，然后让它帮忙在所有的这个工作节点这些 worker 上产生一系列的进程。那么每一个 worker 它既能够产生一个 map 的进程，也能产生一个 reduce 的进程。那么我们假设在整个系统里面我们产生了 m 个map 的这样一个进程，这样的任务，那我们产生了 r 个这样 reduce 的任务，那么他们就开始运行起来了。我们来看看当他们运行起来之后， map 和 reduce 分别会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么这是 map 的阶段，我们来看看 map 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map 实际上它会从给它指定的这样一个数据块 shard 里面去读取数据，把数据读出来，然后做什么呢？会根据用户写的这样一个 map 的程序来对读入的 key 和 value 的数据集进行一个操作。这个操作有可能是查找，有可能是做一些排序，有可能是做其他更复杂的这样一个工作。总之这一步它会产生一个中间结果。那这个中间结果呢，实际上会被 map 的进程写入到它本机的这个内存中，最终会不断的周期性的写到这个磁盘里面。那么就像这里面我们说到的，它在写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它会有一定的这样的结构去依赖。这个结构实际上是由一个叫做 partition 的这样一个过程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把所有产生的这个中间 k 和中间 value 按照一定的规律写到不同的 partition 里面。那么这个 partition 的数量和 partition 的方式实际上是和我们后面产生的这个 reducer 它的一个情况相匹配的，那么我们后面会去介绍一下。在前一步我们就得到了一系列的中间结果，那这些中间结果具有 k 和 value 的属性，那么它们被分成了
ARG 这样的区域。那么下一步我们就需要把这些数据从 map 的节点移动到 reduce 的节点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处理。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怎么去做的。 map 产生了数据， reduce 需要接收这些数据，它们中间通过 partition 的过程连接起来。那么在这里面实际上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partition 的函数。那这个函数决定了中间生成的这些 k 它到底应该到哪一个 reducer 上去。那么在默认的这个配置下，实际上我们通常是通过一个哈希函数来模 R 这样的一个方法来生成这样一个 partition 的 k。 那它的用处有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中间的 k 让中间的 k 基本上比较随机的分散到各个 reducer 上去，那么可以在 reducer 的这个服务器之间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均衡的这样一个任务的分配。那实际上这个 partition 是一个向用户暴露的一个接口，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它的 partition 怎么去写。比如说它并不需要任务非常的均衡，而为了达到其他的目标，那么它可能可以改写这个 partition 的过程。那当这个 partition 完成之后，实际上就可以慢慢的使整个任务推进到 reduce 这样一个阶段。那在 reduce 这个阶段呢，数据就会从 map 的节点，通常是从他们的这个本地的磁盘中把数据给拉到 reducer 的节点上来进行一个处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过程大概是什么样子。那么在 reduce 这个阶段呢，实际上和 map 阶段是不一样的，它并不是说让每一个节点处理本机上这些 shard 这些数据块就可以了，而是需要把所有整个系统里面具有相同的 k 中间 k 的这些数据放到相同的 reducer 上去处理。也就是说每个 reducer 在系统中处理了某一个中间 k， 而且是系统中所有的中间 k 它对应的这个结果。那这中间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需要从不同的 mapper 服务器上把具有某一种 k 的这个数据复制到某一个 reducer 上，会带来什么呢？它会带来网络的开销，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实际上数据需要从不同的 reducer 的 worker， 然后从他们的磁盘把数据经过网络经过交换机最终传输到某一个处理它的这个 reducer 的节点上去。那这个过程在今天实际的系统中实际上也是开销比较大的一个过程，大量的研究工作呢实际上也是在这一块展开，怎么样降低这个从 mapper 到 reducer 它的这样一个 shuffle 的一个过程，怎么样使得这个过程尽可能的高效，那么是今天对 MapReduce 这一类系统优化的一个关键点。好，我们假设刚刚的那一步已经完成了，我们可以看到在 Reducer 的这样一个工作节点上，实际上它有来自系统中各个其他 Mapper 节点的这个数据通过远程的复制已经把它拿了过来，那么在这里就会进行我们最开始说的那一步，进行数据的一个整合。那么在 Reduce 里面用户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 reduce 函数的一个编写，这个过程呢有可能是数据的叠加，像我们刚刚说到的例子中进行单词的统计，也有可能是进行一些这个统计，也有可能是找出某一些结果等等，这都是在 reduce 里面可以实现的功能。那么大家可以在日后自己的这个数据处理任务中具体的去尝试不同的这种 reduce 的写法。那么完成这一步之后，实际上我们的整个数据处理任务就已经基本上结束了。 reduce 结束之后，实际上根据用户对 reduce 的编写又会进一步把最终生成的结果写入到 reducer 节点的这个磁盘上，写入到它的这个分布式文件系统里面，实际上准确的说。那么完成这一步之后，实际上用户就可以通过分布式的这个文件系统进行数据的一个访问，最终得到他想要进行的结果。那再往后呢，他可以进一步去迭代另一个这个MapReduce 任务，或者是就已经得到了最终的这样一个需要的数据集。